欢迎收看《木曜四超玩》。哇，你刚刚那个炯炯有神的那个双眼，因为今天是不一样的节日嘛。首先我们要向我们中华民国最了不起的国军致上这个最高的敬意，是，好不好？全国第三军弟兄们以及荣民弟兄们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是我们九三军人节，祝福大家军人节快乐！白掉了，白掉了，白掉了！哪里掉了？升天了，升天了！虽然说那个我们啊、这个好爷爷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好总长已经升天了，在天堂了。可是呢，他对于我们保卫台湾的这个功绩啊，这个功不可没。嗯，保卫我们中华民国，非常感谢他。真的，他当年是小金门的师长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很常看你模仿，是啊，就有一种。而且像这个以前这个台海战役的时候，胡琏将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这个已经讲到这个，这个近代史了，这几位将领都相当了不起。全台湾主持人界只有你能聊这个，哎、欸，只有他会聊、這個。等到万一台哥有天走了，就失传了，很危险、啊啊。哇，尤其是像之前这个战役里面，还有一个叫一江山战役，这个王生明将军也是了不起。这可以说是那时候在基隆港口的时候。他的儿子还送行，他问他爸爸要去哪里，他爸爸还就希望说他好好的这个读书，欸、还是你要帮他，他就没有再回来了。你多讲一点，欸、还是你要对，帮他开那个 podcast 都录下来，你多讲一点，存在 YouTube 云端，放在 YouTube 上才不会不见。因为其实应该蛮多人想要听这种睡前很适合，而且台哥声音很适合在床边，而且他就是直接那个麦克风直接别在这边，他就。唐哥，天哪！唐哥，那就一直借，就这样，我会想听。更恐怖的，他这样讲的，妈准备一个很好的环境，然后还有一点那种烧柴的效果音，很有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烧柴之后恐怖喽，你如果再丢一把纸钱下去，直接就哇！那些鬼全部来听台哥讲这种怀念的故事。吼，是不是有一天你请到那些已经往生的那些将军们来到现场？他变这么强，他变通灵王。你马上就要去金门了，你到时候就可以到一个将军庙，一位李将军，那叫李什么？我突然间忘了他名字了，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将军。就是你到时候就会看到金门那个将军，我看到你的 schedule， 你会有一个野人 vlog 会去，到时候就会看到。好不好？好了，反正这个真的要谢谢国军弟兄们，真的，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辛苦各位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来了，现在拆礼物了。来，一二三，嘿，好。这是什么？哈，来了。哇，迪士尼。哎呦，迪士尼大概都是送我的了吧？迪士尼。哇，看看。迪士尼。我先看一下。哎呀，我就闭眼睛照相不误啊。哎呀，这个应该就是。不要的，不可以。对对对，可以。打脸哦，我还有 S。这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先看是谁？看信，等一下，打脸哦，注意看，哎，只有十，只有三样，不是吧？那你很多，什么意思？你很多了，你先看是谁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来读啊，来，没关系吗？来，我走，哎，已经开了。亲爱的木曜主持人们，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，这三样礼物都是送给阿公的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真三情啊！信给我念。真三情啊！木曜市场要内战的呀，这我是不可能给的哦，对，给出去的哦，拿过来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关系，可以，你没有，太适合我，我跟你讲。你听我讲，小豆，先别动，先拿起来，等一下，你们可不可以先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抢劫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最近很适合我站卫兵的时候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其他的可以替代你这个。我可以念信了吗？可以，我们干什么？各位主持人们，有点不好意思，这是准备不周的关系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礼物，敬请。并不是每个人好，来，我代表大家讲。首先是
玛丽亚三年前在 IG 上征求的动物方程式 Judy 的造型帽子。其实我和女朋友去香港，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，都还不认识玛丽亚长，所以没买。直到前阵子爬了 IG， 发现了这个事实，于是透过种种关系帮她购入。玛丽亚长，还很有花的是西班牙，送给你。阿里嘎多，开心。好了，恭喜玛丽亚长得到帽子。接下来不得了了，快的事情发生，快来，不可思议，来注意哦。注意个先摆好朋友，我真的不忍心念出这一段。接下来换坤达哥和阿公了。那两顶 Nike ACG， Mountain Fuji 的渔夫帽要给两位。富士山拿过来，迷彩风，刚刚没有吧？加上防晒色，拿过来，就达哥的拿过来。哎，我觉得有可能我没。拿过来，没有，达哥你很多，你送我一。先拿过来，拿过来。你很多这张帽子，你给我吧。我先。交换礼物，干爽，我先穿干爽。好嘞，再交换一次，我是绿色的，我有了。哎，念完，念完。哎呀，真的是有心啊！应该不是给我的，我压不过这些人，我压不过这些人。没关系吗？我的声音上不去，上不去。你先等他念完。白象哥，豆豆。好，来，我到底可不可以念的啦？可以，请念。可以。老高，你不要再吵了。我是老高吗？对。好嘞。老高。什么老高？哎，咱们安静。富士山熔岩迷彩风加上防晒速干的功能，在两位从事户外活动露营的时候戴着，既有功能性也帅到不行。不过帽子的尺寸有差，请搭坤大哥跟阿公两个人选一下适合自己的。至于最后那件同系列的防风雨披风，基本上也是要给达哥的。另外，富士山登山的话，主要也是。完璧归赵，现在一起要拍几分手？等一下，他快不行了。来了！今天九三金然姐，我要把这个这一口怨气吞进去，来日再报。来，听我说，就这段他说，虽然中元节过了，但是鬼门还没关，来说个应景的故事吧。那我刚刚先预读了一下，好像不太能讲。真的哦？对，很恐怖的那一种。哎呦，他不行。对，我觉得真的不适合你们两个，不适合。达哥，我觉得你这里他越搞。达哥，我觉得你什么叫？达哥，你真的好多，你等一下，我再等一下就好，你带，我就不相信，我带着你去看，不是，而且你也不是，而且他不会出去，然后你看，好，你看，我先看，你先看，我先看，达哥换的，我先看你像不像员工，好适合，你看，等达哥，等达哥，达哥，你这么白，你都不需要去登山，哎，好适合 Kid 哥哦，是蛮适合 Kid 哥，对啊，哎，我就直接先接手了啊，好，继续，不了，没有，他就说他来。他要来高雄签书会，有跟 Eric 大大聊一下，然后说他可能就问了 Eric 大大说，本来今年也要去哪里的，然后 Eric 就跟他提了一下，本来也要去宫古岛啊，去名古屋啊，去神奈川啊。对啊。他说如果去名古屋的话，他可以来日本接机。哎，谢谢，真的假的？总之谢谢你们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帮他签名，有机会还希望见到大家。他叫做小张，小张，谢谢。小张你太夸张了，他两个，啊我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，他希望他跟你一样多多参加户外。我复查。来，快！有你的啦，我的。来哦。狗粮。咖啡。咖啡。哇，全部都咖啡。我看一下。咖啡。来了。我要咖啡干嘛？会不会有很多人？很香哎，咖啡。我要咖啡。哦，这个字好哈，很好看哦。凡西咖啡。给木曜试烧完，每周四都在电脑前先看完 YT 的直播，然后接着他是看 YT 的直播，哦，看前面的 YT 直播，然后接着就准时看麦卡贝的这个 live。那这个习惯呢，竟然已经维持两三年了。哎呦，反正很感动，我真的是，我每每看到这个画的时候，我都不禁。好像会滴下两行血。等一下，台哥，你们都没有发现台哥你突变了，你怎么老花眼换好了？你看得到了，真的，本来就看得到。天能，天能不是在演这个，不好意思。你干嘛去那个吧？没有啊，没事。
没有，这个是看到啊。怎样大保养？你平常看不到。漂亮的字才看得到。我睡眠够了，我昨天睡了十一个半小时。OK。每每看木曜就是一周里面最放松的时刻。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，将木曜当作生活的一个避风港。非常感谢你们，温暖了我们。哎呀，这个心我这是看着心里暖暖的，真的是啊。看木曜加咖啡的时候呢，发现你们也喜欢咖啡，因此献上一点心意，请大家品尝看看。哎呦，我闻好香啊，这炒的好香哦。嗯，这个是小弟跟朋友一起经营的品牌，肖邦是浪漫的古典主义的代表，所以将肖邦 Chopin，OK，献给同样才华洋溢的台哥。可以秋芳 OK， 注意身体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表演啊。OK， 虎克曼特林取名自苏门答腊虎，没有，献给最有野人精神的 Kid。 哪里给我了？我的苏门答腊虎，苏门答腊虎，苏门答腊虎，也不能答腊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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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斯波虎，虎皇，哪一个？苏门答腊虎，火星。没有什么德武啊，就这个，这个，虎皇曼特宁取名来鼠皇曼特宁，他的取名是来自于苏门答腊虎哦，他是苏门答腊虎，有雪松的味道，对，然后给最有野人精神的 Kid 哥 ，OK， 所以苏门大哥曾经说过喜欢味道重一点的咖啡，希望巴西能合你的味，同时准备了一包，同时哦，还准备了一包巴拿马蓝标印记。给最喜欢手冲咖啡的家燕姐，所以你这个很细心啊，细心，他真的很贴心哎，家燕姐可以拿到礼物，哎，我明天看，而且一支是最贵的，哎，不是，家燕姐是可以拿到礼物，是的，他节目来礼，对啊，他来节目当中领这礼嘛，绝对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的嘛，好不好？家燕姐可以的嘛，不是问题。最后将花口，啊，不是，最后将花神。是花神，花神，花神，对，花神，三次哦，最后将花神三次首选的曼特林火星配方，火星送给最疗愈人心的木曜三花，为什么老师？泱泱、温妮跟阿布桑，他们三个人分一包，没有两包，两包，还有曼特林是不是？不是。没有啊，曼特林啊，对啊，花曼特林火星配方，三次首选，对，三首，对，三首曼特林，里面一包。他这个葡萄干是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肖邦跟音乐家系列肖邦的，可是肖邦，这支花神甜中带点酸感，酸感，所以不喝酸的可以选择曼特林跟火星的配方。他真的很懂，希望喝得开心啊！哎，真的懂咖啡，对，他可以说是一个咖啡界的王行家。我觉得我们粉丝好可爱，他说他来经营这个，就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有没有卖房子的？就是说，你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比方说是在忠孝东路四段那边。你刚好一人分我一间，这样卖房子太离谱了。我刚刚正在想说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霍许家的小孩喜欢看我们的节目？你想想办法。这是我们今年新的 Panamera 跟你们分享。OK 的，一共六台，这边有六台模型，你们拿回去，好不好？谢谢阿汉啊，感谢感谢。那你这总是我个人的了吧？我帮你，我帮你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CD ですか？先拿出礼物给你看，就应该知道是你的。台哥的，可以，还不一定，还不一定，不要放弃，还不一定是台哥，感觉是，不要放弃，那有可能是什么圈，那不见得是法圈，这个他一定看不到，他看不到。Dear， 这个念，为什么 ？Dear 木曜四超玩辛苦的团队成员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台北签书会和台哥自首写了卡片，但忘了在办公室的粉丝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缝了一个青蛙法圈给阿公，自己缝了，但手很笨拙，看得出来有点畸形，不会，后面绑的地方甚至摇摇欲坠，不会，很好看，真的手拙啊，抱歉。QQ 卡片和法圈麻烦你们转告给阿公，希望阿公喜欢，希望特地写大字的卡片，阿公看得清楚，谢谢你们。我来，这个卡片是故意写蛮大的，这整封都是写给台哥，好不好？好用心哦。他说呢，我是从柯市长那集开始用力关注木曜的粉丝，最喜欢的是玉山宫顶 ，OK。然后因为他爸爸呢是登山的爱好者，所以玉山那集让他们的家人呢，有共同的兴趣一起看木曜。那看木曜呢，也让他们爱上我
OK 爱上我，然后这种不放弃的精神。那在一日出版社直播的时候呢，有一句话让他很感动，他说这个社会的进步呢是靠很多的笨蛋，哎，这是我讲真的，因为他们不傻，是他们不是傻，而是这个做他们认为对的事，不计功利，这个很重要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从小待的这个舞团剧团的团长呢也在做一样的事情，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剧团的团长呢尽管赔钱也要做大事，也要做这些剧，那么申请大剧场的演出的机会，让这群热爱艺术表演表演艺术的人呢也能够有舞台，这大概就是团长对于舞蹈跟艺术的坚持。因为舞蹈这个很难，还愿意对舞蹈这个也坚持，这个不容易。因为我最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舞剧叫做佩托拉克，对，我差不多三分钟我就去了，哎，就这样，是一个很好的舞剧，但是当时我年纪还小，那时候只有20岁，看不太懂，但是后来看天鹅湖的时候也是死在湖里，就是说能够为这样子的艺术在奉献。当然我们有些看一些古典的舞蹈的时候我们是不太能够了解，对，但是你真正看进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，哇，原来人类运用这种肢体的美来表现一个这么了不起的故事。台哥真的，台哥还是不管是在古典这个舞蹈的这个专业，现代的舞蹈他也是有专业的。哪里？扫堂腿。对啊。没有，那已经算是一种 Chinese 功夫了。Chinese 功夫。融合一起，日后再播出给大家。敬请期待。而且这个扫堂腿是我尘封了十几年的功夫，从来没拿出来用。因为我那个五节神鞭那个有没有？对。那个被人家弄走，就以后就不再用五节神鞭。我现在扫堂腿再次回复江湖，而且到时候可以看播出，真的流畅度比你还要好。我其实真的，我觉得他的电流舞，我觉得真的蛮强。我连有叫电流舞，有你屁股还会甩尾哦！不要爆雷了，不要爆雷，不要不要，你就讲到这边了啦，就讲这边就多了多了。我觉得大家这样子拱上来，我突然间又开始想来一点，想来一点，你倒也没有。好啊，欸，我刚刚听台哥分享那个音乐剧的时候，我跟你们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其实我有点感动。你说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么紧密，我们六个人这样录节目，然后台哥有时候讲他年轻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施工也好，包工也好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各自都有各自在做的事情，唯独他在看音乐剧的时候，我们整个摄影棚没有一个人是活着的。对耶，最后是我们全部人都活着，只有你一个人死掉了。说不定那时候我又是一个小孩子。哎，你们在看的这个剧，是不是那个人以前看过的呀？甚至就是我来投胎。那谁会是生你的那个人呢？好衰哦。哇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然后他说这个这次呢，下辈子都是轮回在一起。我们这六个总有一个人要生他。你看，我觉得玛利亚要坑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写的这句话很珍贵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他说这一次啊，这个一日出版社让他重拾从未碰触的书籍。以前总是把读书跟看书两件事情混为一谈，仔细想才发觉到这个 study 跟 reading 是不同的。这个话讲得好，真的 study 跟 reading 是不一样，就是我讲的作者跟这个读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一定要当学者，不要当作者，可是我们可以当一个读者， right？ 然后这几个月看了两本书，好像自己从某一部分又燃烧了起来。很谢谢你们让我重新找回爱看书的自己。哇塞，喜欢木曜和台阿公好久了，大学生活、医院实习，他在医院实习应该，以及现在在研究所。他还在研究所，这了不起。看枯燥的日子都有木曜的笑声陪伴，希望台哥身体健康，谢谢你用心跟坚持。能不能帮我转告百祥？可以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哎，你是在医院上班的话，你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有糖尿病？没有，根本就没有糖尿病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而且我发现你念信有一个很厉害的事情，是你念正文跟注解的速度很快，这样子，是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样子字体有够大吗？希望台哥没有看得很吃力。木曜粉。林，他叫林。林，这应该是个女生的，是我写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他是林，是你写的。我真的从楼上跳下去，真的太屌了。谢谢 ，Thank you， 林。林，谢谢林。I do appreciate from my heart。今天真的是阿公之日，礼物都冲着他来就算了，等一下要播的宪兵又是，哇靠，你又为国家这个那个。真的哎，他这个手缝的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木曜青蛙，那个青蛙的那个发髻，就很像。当年这个张治中将军在出征的时候，他的夫人帮他纳了一双鞋，亲自送给他。对，后来他就这个古北口喜峰口的战役，他就获胜。
希望你们可以有一段，也希望你不要因为找故事。好，哎、欸，喂，最后一个礼物来了，哎哎哎哎，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专门给你的吧？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日文，但是他从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寄过来。这样，水户市立园丁，那是我的。水户市，哇，快点，哇，水户市，渡边秀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国际的耶，台前之声，哎。渡边君，会不会是渡边？你日本的？我到那边唱，自成线。哦，我到那边唱，我到那边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哦，海清様ですね。日本から来的。哦，好酷哦！哎，好酷哦！日本から来的，真的很酷。水戸城，这是不是？水戸城ですね。水戸城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他写日文的。我解释一下，让他翻译一下。水戸城様。こんにちは、茨城県空港対策課課長の渡辺と申します。バシャグ帮我翻译的。日本的姐姐传回来。你居然需要啊！今年の2月。我会念，但是不会中文翻译。你讲，我来翻译。好。那今年の2月には茨城県にムーヤオスーチャオワンの一句还没到，还没到要翻译的点，还没到。现在日文是这样的。取材にお越しくださり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样才一句。好，那2021年2月的时候呢，这个你们来到慈神县，我们就非常的高兴。この度茨城県水戸市では水戸城の他讲得很长耶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连我听不懂都知道说你是省略了那么两大句，这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？日本是这样的。对。この度は茨城県水戸市では水戸城の5000人を発行しました。日本看不懂日文。对，御成印。玉成印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五条印です。五条印も発表しました。因为我曾经到过水户城，日本人，我到过水户城。水户城是他们那时候还在修的一个新的城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旧城新修，他说给我一个这个。对。五条印，五条印，五条印啊，就是我有在收集的东西，登城纪念。对对对。我解释给听众听一下，这个东西日本有很多古城嘛，然后他们喜欢古城的人都会去古城玩的时候，顺便去他们那边会有一个给你盖一个很好的印章，让你留作纪念。对，那时候去拍摄，台哥本来想要去水户城盖，可是他刚好在维修，就没盖到。哦，我盖到了，但是盖到了吗？盖到了，但是因为他是怎么样？这个的没有，这个是还没有，哦、还是没有，还对。那我觉得他们做的很漂亮哎，漂亮，赞！因为我觉得他很像那个酒上面的标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学习这件事情。对，我们有学，但没有用的很像。因为我们的是不是都是那种就是皮章？对，他你说他的是也不是也是皮章吗？还是？但他们那个皮章的那个精细度是那种很离谱的。哦，我懂。因为其实我跟我儿子两个都有在收集这个日本百城纪念，嗯，就是每登一个城盖一个章。像我儿子是26座。他已经登了26个，那我是7个还是8个？因为你要到那个当地，你才能去盖这个章。他有一个就是百城纪念，我希望能够在4年内看能不能登完。现在因为疫情关系也不可能。哦，你是担心疫情，我以为担心别人。对呀，十年内能登完就不错了。10年内要难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要不要先登百岳啊？百岳我们是登，要100个。还是不要好了。我们前有人登过就好了 ，Eric 登过就好了。这个真的吗？是。太上様には2月に水戸城の大手門をお訪れ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。大手門。大手門。对对对，訪れ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し、日本のお城には大変関心が深いと聞きましたので、私からプレゼン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ぜひまたタイガーエア台湾に乗って茨城に来てください。这是一句吗？はい。はい。好，他说他还记得我去炸手门的时候，很喜欢这个登城，所以他这次特别寄了这个东西给我，希望能够下次我们再去那个茨城县，那你有看过这个粉丝吗？有啊有啊，当然有啊，他是他们观光科的科长啊，对，对，观光科的科长渡边秀和，渡边秀和，和夫。卡兹纳里，好像那个解说秀禾，好棒、哦，而且那四个字非常，他你看、啊、他们就是很用心、哦，前半场日文本人，他知道是忘记日文，他的名字很多念法，马德，因为那时候这个他知道，好用心哦、我觉得日本蛮用心的。他知道我喜欢这个登城纪念的这种 stamp， 他特别还会寄这个来给我。非常感谢，真的好感动，阿里嘎多国赛，而且你看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2月份去的嘛，然后到现在没有办法播，
然后我们其实也很想说再一次到慈城县去看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我就在那边讲了。很棒，这他自己话。听我说话，没有，不是。哎，我们今年内会把慈城县的播掉。今年要播掉哦，十二月份的时候。哎，他的字也很漂亮，他的看起写很好，哎。你不要把他地址拍出来，白痴哦！你会不会做节目？好了，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不夸张，真的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。今天不能玩游戏，因为时间来不及，真的是。一日宪兵听说是2小时05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久？对，哇塞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今天一日宪兵啊，我特别要感谢此时，他可以说他花了他一生当中这个1%的力量。嗯啊，没花多少啊？没有，一生中的1%也是不厉害，很厉害的。你说谁？此时啊。慈慈，来剪这个2个钟头的片子。慈慈剪的。对，而且慈慈以前是这个也当过兵，然后他对这个军人啊，他一直很，觉得引以为憾的时候，他没有签字愿意。真的，真的。他刚刚还讲说，他如果可能的话，希望他这个片子拍得好，希望总统能够看到以后再让他回忆。再去当10年的，刚刚是你这样讲，然后他说台哥不要闹了，台哥不要闹了，他说台哥不要闹，台哥不要闹了。我看你们看完之后，我再来跟你说不要闹，因为好先等一下再说。不是不要闹了，我想这个片子，我讲实在话，我觉得 Kid 真的很屌。Kid 你实在太适合当兵，就我看被演艺圈耽误的，对，铁卫，铁卫，我想当之无愧了。讲真的。Kid 哦，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这个训练，一丝不苟。你可不可以那个感想的时候再来讲？啊，先让大家先看。因为我怕我说我等不到感想，我就已经不会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听说很好看，就先回家了。听说很好看，不管怎样我都要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只是在聊天室跟你讲说你卖卵，你卖卵，你卖佣啊？没有，他刚真的跟我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还跟他讲说有没有，他还问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帮我介绍去战车营。我说战车营我没来加过来，因为只就在旁边加过来。战车营，我说我战车营比较没有熟人，我说我可以介绍你去工兵营。大家知道你当初是拿机枪的吗？没有啦，我以前是就机枪兵啊，就是台机枪。机枪兵很帅，你叫台机枪。火防兵吗？不是，我火防是去火防是每不是火防兵，火防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兼职。我是火防的尖厨。他机枪强到人家叫他抬机枪，说零百万抬机枪，谢偶像，然后谢偶像200万抬机枪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那种机枪你们没有看过，是白朗宁机枪。白朗宁哦，白朗宁机枪是铁皮的，是那种哇啊北提亚的，哇，我都没看过有什么北提亚那个重的个要死，真的是奇怪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来一系列哦，让你隆重进一下。隆重介绍，93军人节特线，一日宪兵，请看。酷哎，真的是好。我跟你讲，这虽然徐总，你现在看哦，就是。慢慢的，我们国家啊是越来越好，那种景象啊，就各个层级啊都是一起动起来，就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欣欣向荣的感觉，真的。所以说，尤其是像现在疫情这个当中哈，其实这个很难得，我们现在能有这样的情形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很大的福气，对，真的是真的。而且我们刚刚在体验一日宪兵的时候，我觉得哇塞。那天已经是热到爆炸了，折腾，因为那时候又因为真的是热到爆炸，他们的那个训练的中心里面，它只有电风扇，对，那因为那个太大声太吵，所以我们等于几乎是把全部都关起来。对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大家就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东西到战场上用得到，什么东西用得到？它这个就像练拳谱是一样的，它比方说张三丰练剑，他一定是也是有招式的，第一式、第二式、第三，他不可能在战场上还是这样的招式，不可能。但是他为什么要让你记住这些呢？就是让你有一天真的遇到的时候可以变化于无形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就像以前我也不懂说为什么我们要背这个国军教战总则，其实教战总则我们当时是很排斥，因为背这个很烦，但它那种就是一种思想的教育，它其实就是让你在面对这个要抉择的时候
你的信念、你的信心是忠贞的。哦，知道吗？所以其实你会选择当军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。嗯、要不你看这个士农工商有这么多的行业，你为什么选择当军人呢？很多人都是嘲笑军人，说：“哎，他怎么样的功课不好？你功课有多好？”我告诉你，我的同学功课好的不得了，他就是选择当年他就选择从军军人，现在是，我不能讲他的部队的方法，他是相当了不起的，现在是中将指挥官，他一生都受到国家的栽培，也对国家非常的这个忠于国家，忠于职守，啊，就是之前，这个曾经在新闻媒体上看到的重要的发言人之一，这个都是国家的栽培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很多人说啊，军人什么享受什么丰厚的退役以后享受很丰厚的这个退休俸，那本来就是应该的、啊。你看美国他们对于他们的军人都是非常的礼遇，都是非常非常好。回到家乡之后，他们还有这个很好的福利，这个应该要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他是牺牲自己的时间以外，他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呢。这是很了不起，大家都没有去思考做这个问题，真的。所以你说一个义务役的兵，他这个二兵现在才34000块还是36000，我都觉得应该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们都应该在有一些战斗加级啊或什么，都应该再高一点。我是真心这么认为，对。当然我说啊，那税收怎么办？税收可以从比方说我们收入比较高的人身上去抽税嘛。我一向是这么认为，因为奢侈税可以抽嘛。是不是你有钱，你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车？你为什么买那么贵的手表？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这个你就该付这个钱嘛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很多很多东西是讲，所以军人、公务员啊、老师都是安定我们国家社会的力量，所以他们的生活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生活很好。我是有感而发了，真的是有感而发，有感发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特别谢谢公务员啊，特别谢谢老师。特别谢谢军人，是警察，这些都是安定我们社会的力量，没错，真的，好。当然每个各行各业也都是了，只是我特别指出来说，尤其特别是军人，他们是真的是牺牲奉献。我的同学牺牲了他14年的时间在外岛，他才升到将军，那升到将军以后呢，又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又被诬陷，我不好意思讲，然后他就下来了，就这样，所以很多东西很难讲，就这样。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了，继续看了，继续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一日宪兵，趴刺，请看。好，我们这样。真的很辛苦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这个，尤其是国旗升上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国旗在飘扬。其实它是每天一个例行的工作，对，而且是我们是平常，对，我们平常没有想到是这样，对，其实很神圣，每天都这样。很多人都以为说只有元旦的时候大家会去看升旗，但其实它每天都有，每天都有。但我们这样讲完以后，他每天后来就一堆人都在那边出来看，会不会太多人？那阻碍交通。哎，这的确蛮开心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我觉得与有荣焉，是与有荣焉。观众一定也这样觉得。哎，你这系列从卡车司机做到现在，既然我们能够进总统府，说真的，还蛮光荣的。而且有点震撼。对啊，就这一综艺节目可以做到这样，我觉得。应该是台湾历史留名，蛮开心的，蛮感动的。而且这个可以跟总统讲这么多话，对，而且都是干话，干话跟你无所畏惧，哎，好屌哦！对呀，你下去蛮屌啊！没有，我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还是有点微紧张的。因为他就是一直推人家去死，他都没有讲他。当然，啊，记得想当兵啊，要想当兵。我不想，不是，我就他私底下想问总统什么？不是，我就很。这不能讲，不能讲。没有，下次等一下再说，等一下再说。哦，好了，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。我要讲什么？我觉得就是很感动，就这样。真的吗？洋洋什么感觉啊？我觉得宪兵真的很辛苦。对。因为我那时候想说，当那个伞兵已经够辛苦，我想说宪兵感觉每天
站那个旗幕，没有想到训练这么多，训练太多了，真的很多哎、欸！我觉得训练太多了，还要擦皮鞋，三组修，还要擦铜环，还要自己烫，还要自己做衣服，对，他还要学裁缝，我的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、欸，我能不能许一个愿？对，就是说暂时先不要有这种军种的这个一日系列了，好不好、欸？但是我不得不说，我好久没看到你这么帅。真的，真的很謝謝。你刚刚那个军服上身的瞬间，家服那个胡子剃掉，我刚刚跟温妮讲说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啊？完全我一看不太出来是林柏森哎、欸，我一看，清秀哦，余祥泉是这样，有这种感觉。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宪兵真的拍蛮久了，三天，整整三天，是，然后几乎都是从早拍到晚，嗯，然后甚至还拍到。时间不够，晚上了，我们还在那边做射击的训练。对，那天真的从早上拍到晚上了。对，其实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喊累，我就觉得说，对，因为我们是在参与一个蛮神圣的一个任务这样、嗯。然后我觉得我们只是他们的大概一万分之一的累而已吧，不及一万分之一，嗯、真的完全不及。我尤其我看到那几位资深的士官长，嗯，哇塞，我真的最大佩服，真的，他们每天在教导这些操练。我真的不相信他们是这么的和颜悦色，绝对没有。像我的那个射击长官，他跟我说是那种谈笑风生，巴迪巴迪，对对对，他我跟他，我看私下应该是那个兵应该整个都扒一层皮这样，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蛮猛。所以训练还是要严格了、嗯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的确是如此，好不好？嗯、好了，那就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个、嗯、你讲，大家情绪这么高，对不对？今天的抖内一定很多。还有半小时，我们来念一下吧。说不定没有抖内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看完这一集以后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热情除了爱国以外，你有无处宣泄的话，签下去了啦。啊、不是不是啊，当然当然，签下去抖进来了。抖进来以外呢，看一下三位身上的这个哈，看一下是我们搭配的这次搭配这次宪兵的宪兵 T， 但是必须要那个讲一下啊、哦，我们有黑色跟这个迷彩绿。这两种颜色，央身上是我们特制给央回去做纪念的，因为觉得他穿这两件太阳刚，所以给他了一个特殊的颜色。因为你知道，如果那个颜色再出的话，肉色会没有人要买我们这两个颜色。对，但是央现在询问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央那件了。央那件现在已经等一下录完之后会脱下来做一个义卖起标，好不好？标多少我们卖多少。我跟你讲，央这件。我不啰嗦了，这件原味的我率先就买了啦。你直接买多少？好吧，多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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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？我们是定价多少？我们定价六百九啊，六百九我就买啊，六百九，我要比你多啊，一定会有人标的啊，700啊，700啊，那就701啊，720啊，722啊，733啊，哦，已经有人到5000了，已经有人到5000了，有人六万，有人六万，那么快，那么快，20万，这么快，20万，这么快，20万，有人七，对不起，来，但是我还没讲完哦，来，我这件买完，才能买 Kid 这件。Kid 这买才能买央这，他有一个收集的秩序。你那个开87万，你真的拿过？哎、欸，怪王子开给他。你现在来保生路底下，我算你60万，我就要现场脱下来给你。30亿是什么东西？30亿，你现在上楼，你一百过来，我这件脱给你。我算你100万就好，我们全部的都脱下来卖给你。100万，我今天就不穿裤子回家了。台哥全身都脱掉给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来。来啊，念个抖内啊，念抖内了，来来，抖内今天一定很多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来我们抖内一下，念一下，来，那个吴文兰念一下 ，Aiden， 阿大姆，阿大姆，吴文今天太可爱了，啦啦啦，谢谢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都到忠烈祠旁了，拜个仪，对吧？情商牛奶瓶，谢谢木曜，让我们以身为台湾人为荣。那我好像在唱歌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你是不是还没有睡醒？没有睡醒吧？继续，宪兵打来了，宪兵打来了，温柔的感觉，突然蛮温柔。好，哈欠老板尤温没收到帽子没关系，你还有抖内，再多抖一个也给没有帽子的央哥。谢谢。请上牛奶瓶，想抖给阿公，但温温今天好可爱。靠，要真是整天你这样就看到他好可爱，还被你拦，情商被拦住，情商你个鸟瓶呐！想抖给 Kid 的孤胆娘娘，今天好鲜。阿大姆，帽子赞助金。Agus Wong， 百强注意身体啊。好。We Wei，
误会百祥感到抱歉，支持路耀。没有了，我们之前有一些风波了。哦，是啊。九三军人节快乐 ，respect。赞。顶楼的 Totolo 现逼泱泱，英姿蓬勃，英姿勃发，想被逮捕压制。嗯。昏沉蛋小商持续收听问你哦，期待新单曲上架。谢谢。The Base 好节目一定要支持。温泉蛋 Life Andy 今天这么辛苦都给阿公咯、哦、你到现在才有一个明眼人，到现在才有一个有热血的青年，你这个青年好好继续。嗨，美美 Kid 的好强很帅、嗯、而且瘦了好多、哦、他是很强好帅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会念成好强很帅？等一下，你跟我讲，你讲嘛，你是不是又想睡？你讲怎样怎样。等一下，早上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不要念，你早上会怎样？会殃。早上就是要升职啊，很正常好吗？洋洋和和和 Kid 姑签帅到该签了，洋洋超正宪兵，洋苗阿杰下次直接一日入战两期了啦。我告诉你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，我现在就跟你讲、啊、真的、啊、当然啦、啊、因为他不会去啊，他叫我去啊。你劝我，哎，不是这样，你这样破梗了嘛，我是有梗的嘛。好啦、啊、不不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拉那个黄龙的筋，这里有点紧。啊，那你不要讲，不要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温泉蛋 Timo 每周一抖，哈哈。你现在旁边好好拉筋，你现在好好在旁边给我拉筋。今天完全不行，怎么搞的？好吧，他就是想睡觉，就是这样。我没有想睡觉。快，温泉蛋 Timo， 该你，你讲。为什么喉咙有点紧？温泉蛋 Timo。温泉蛋小三，继残兵后现兵样，真是太帅气了。台中花蕾，谢谢木曜，这集真的充满各种感动。好的。香港温泉蛋 Jenny 都给可爱的马尾温温，谢谢。Dino 洋穿军服漂亮又帅，还不失可爱，谢谢。木村浩呆木曜忠贞宪兵踢，宪兵踢，宪兵宪兵踢，宪兵踢。你们几个讲话其实都是怪怪的。手刀买起来，先拐起来。击剑岩中的合同首次追到木曜直播，都给台教官了啦。你是一个好青年 ，OK， 谢谢。乔伊，手抖给木曜喽，好节目值得支持，谢谢。击剑岩中的合同二抖给百祥消火，木曜有你真好。嗯，好。进超实劲节目，抖来加剑天团围栏加油，天台围栏。嗯，哦，好，就是希望 Eric 不要跳的意思。啊，哎、嗯，台中花蕾抖给此次的加菜金。OK， 木村浩呆 Kid 根本是被综艺圈耽误的军人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这讲的太仔细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是讲别人，你如果在军中，你现在已经中校，你要不要总统都是讲的破格，你直接从上校开始当？对，总统真的有这样讲，好不好？好，直接这样讲，要不要？不要，太累了，他们太辛苦了。我爸干啥？失业，月に変わった消息を。哎，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休息哦。休息哦。那得干什么？你吵，他叫你打你就打，你在听我来听他，我莫名其妙啊！哎，我好像应该就是要听他，应该听他的。对对对 ，OK。可是刚摸到你了，我们也打一个规矩啊。其实我没有真的想打你。继续继续。哎，黄泰德，台哥看起来好像好杯杯来视察。嗯嗯。安东尼在台北。阿公改天拍一个一日教官啦哈，这个拍过了，拍过了、啊嗯，可以去搜一下。黄泰德村长录这种军营系列超帅。村长是谁？你啊，记得哥。电影是村长，我是村长。为什么叫村长？原来村长。哦，原来村长 ，OK。上海木曜粉夏虫，木曜家咖啡餐店的呢？嗨，泰德，央宪兵各种装都好看，今日昂古装。昂古装。今日你是红龟装。红龟装 ，OK。哎，香港加油！台湾有这么亲民的总统，羡慕啊！哎，迪脑上发烧了啦，宪兵踢埋了啦，埋起来，埋起来！我弹钢琴也要问你哟、哦，九三军人节快乐，一日宪兵致敬了啦！有军服央就有斗内，军服央酷帅美，让人恋爱了啦！哈，阿俊仔木曜粉上周没跟到直播，这周回来啦！忙过来就台恋粉丝阿贝桑，いつも私の太陽です。嗨。温泉蛋卡特本周强力主打朗朗上口哦，お願いします，拜托你了。嗨，我希望朗朗上口，朗朗上口，
朗朗伤口，朗朗伤口，我希望这些伤口不要停留，放下后让它自由。哇，期待公关第一波超级主打朗朗伤口，谢谢安平温泉蛋抖个可爱温温 ACG 基金。哦，贵哦，哇，贵贵哦。给辛苦的宪兵央卫士金，谢谢谢谢温泉蛋。我没有俊台恋粉丝俱乐部，哎，百翔昨天晚上约会愉快吗？他意思是中元节的意思。马克豆小陈，你也知道是不是？我知道。毛怪马克豆小陈，央露营当兵的时间都比我还多天，寂寞孤单的女鬼。百翔昨天好开心，晚上梦中见。这里老五了，不吉利，别别别。一套一套。喂，这个更讨厌，真恐怖。二号女鬼，百翔你昨天没找我，我只好再变。这里老五了，好恐怖啊！部长那边北蓝什么了，好可怕。毛苗蛋马克多城牛仔温爆童央画家部，有酷有帅。爆童央什么？爆童帽吗？帽子，他的帽子是豹子帽，不是豹子，送豹子的，对，送豹子戴的帽子叫豹子帽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这个帽子的，哎，所以到下午，这集太屌了，阿公跟总统讲干话，啊，这是总统啊，亲民的地方，真的强，真的。Nelson Chin， 国民陆本伦，阿布桑台式厨房挤石油，快了，高希怡娜。身为军人，在军人节看这集能不懂吗？厉害！毛怪 C 派瑞特，曾经的我也是自愿意。军人节快乐！军人节快乐！改守护台湾，好节目必支持。嗨！央苗阿杰，祝各位国军弟兄93军人节快乐！耶！音吹学开头是中原法会吗？大家抢成一团了。改辛苦了，宵夜吃一波，谢谢。看到最后的建筑轩木曜里程碑就应该抖内，未看先猜的建筑轩这集有福利，肯定很给力。央苗阿杰居家检疫中还是要准时报到哈。丐帮商品部宪兵梯上架溜，赶快去虾皮逛逛。哦真的哦，看到 M 跟 L 已经没了耶。哦，这么快？在卖的。没了，很厉害了，哇！军绿的 ML 没了，没了，大概一万多件就这样没了。哦，一万多件就这样卖完了，有一万多卷呢，一万多卷，全卷今天怎么？哎，黑的没人买是吧？哟，黑的跟都没了，都没了。哎，还继续。达哥好帅，今天戴眼镜好好看呐、啊。哎，我下次要戴眼镜，因为我觉得达哥真的，你达哥最近这里有这里有，哦，哎呦。哦，那个包皮，可是我戴的时候我看不见，好像徐志摩，我这样就看见，因为我近的看得见，秒杀，看不见，商品秒杀嘛。来继续，小雨都给每一天都超可爱的温温，这是真的。邱义农，恭喜 Eric 考到职业大客车驾照，恭喜。毛怪 C 派瑞特，阿布念日文好好听，好像日本人。废话，绿的毛怪 ，this 阿贝桑念日文好标准，国民日本人。谢。爱听干话，最近生活不顺利，来看木曜四解压。好。央苗想想，宪兵 T 会出央身上的颜色吗？我买爆。好，你买爆，你买一万件，我马上出，你买爆来。谢谢 test。木曜四，木曜六，金刚大好，今晚嗨起来，人数冲高高，永和秧苗，军服秧好美又好帅，像极了爱情。前锋1875 T 报道，已经过了20年。哇！伟哉我达哥，今天没办法跟直播哭，先抖个算盘金。CD， 温温正哦，阿公自杀是太好笑了啦。什么意思？除了自杀式，可能刚刚影片里面的宪兵可能有些动作很好笑，说是不是我拿着枪？哦，没有了，那个枪弄我的那个，啊，他弄的那个。跪求签书会完整版，只有3分钟，太短了，不够看啦。好了，我们会检讨一下，剪一个更就是更完整的版本出来。我是筷子了高高，我是高，我是 YouTuber 界的于天乐。哎，今天的阿布好美丽 ，so cute， 谢谢张。
阿公富士山是从半山腰开始爬的哟。这个人就是刚刚送我们礼物的那个小张，小张，小张，啊，我的帽子哦。嗯，温温买了温温的温泉蛋，抖个温温65寸电视基金。好。木曜宪兵团献出你的现金吧。献出吧。新装秧苗阿凯 ，Kid 哥好帅，秧秧又帅又美，谢谢。扁人火锅后援会，安慰 Kid 美入围金钟，吃爆火锅。好。秧苗 Jesse Liu 给 Kid 秧阿公辛苦当兵的伙食金，谢谢。谢谢。阿火阿布今天很日系的是呢，我就是日本呢，好像日本了。废话。你今天长得像日本人。对，废话，废话的是日本，都是日本人。对啊，日本人。日本越来越标准。日本越来越怎么一直不相信？日本很厉害。为什么不相信？秧苗小马，为什么不相信？今天生日，抖一下，吃蛋糕配馅饼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回去抖。Kid 姑签下去了啦，宪兵 Kid 姑好像天能的尼尔，好帅。不帅，不像，不像哇！你说像侠客欧尼尔还可有可能，像天能的尼尔真的不像。我没看，怎样天能算是？就是那个罗派丁森，就是那个叫什么？七的七的暮光之城男主角，暮光之城男主角，他像土城男主角来继续。台照明一爱基金会。9月3号，台哥依然没拦勾勾，不公他帮你记录哎。什么叫遗爱基因会？靠！阿公只有5分钟，小屋什么意思？刚刚的工伤，刚刚的工伤5分钟，能不能给阿富伞2个小时？我那个，哎，鸟蛋鸟鸡。阿布三标师乌蛋鸟鸡，哎，乌蛋乌蛋鸟鸡，乌蛋鸟鸡，阿布三标师洋洋上去当宪兵，好变态的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不知道。俊台练粉丝俱乐部，台哥不适合宪兵，比较适合卖兵。我跟你讲，俊台练现在是在家看我们节目，对不对？啊，想到一个梗，他就想说，哎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好可爱哦！好可爱。洋洋女粉，三位伞兵、宪兵都帅翻啦，辛苦了，谢谢。马里江，今天的情绪，宪兵气都鼓很帅呢，帅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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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巴克桑，洋洋，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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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英吹雪，木曜一日宪兵致敬93军人节。赞。温泉蛋 Rex， 害怕的微微好可爱，萌萌的。睡到下午一周一斗内迈向里程碑。漂亮。台可梦的双蛋瓦斯看完天能看一日宪兵爽。我花今天看了好多很长的东西。对。来。慕尼黑毛怪。哦，慕尼黑。台哥 Kid 洋洋一日宪兵好帅。谢谢。帅。萧军洋洋天才兵好帅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赵冠秧苗小屋。哎，我突然想到有个天才娘娘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吃香瘦瘦什么东西啊？突然想到这个，一个 YouTuber 叫天才娘娘。召唤秧苗小屋宪兵秧苗，好帅气，练枪应该超紧张，嘿，陈紧张，谢谢你。寒风冻烟雪 ，Kid 秧秧台阿公进总统府站卫兵。他说台阿公进总统府。台公，台阿公，嘿。沙地 Win 人数破万，好棒棒。在。慕尼黑毛怪。阿贝桑可愛，谢谢。姓发明阿发，姓发明阿发，姓发明阿发。阿贝桑念真的假的？好有台湾味，赞。真的假的？真假的？哎，他会省略的，他说真假的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真假的。Grace Lane Kid 这集真的帅，抖一波了。抖了，帅的。身上没带钱。国旗，这个人一定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。当然了，对啊，哪有人会冒名堂？睡到下午什么也是同一个人。讲的那些都是那样的。国旗飘扬时，以热泪盈眶，真的料从散。宪兵秧就是厉害，谢谢。秧女粉真的太帅了，以你们为荣。赞。香港人表示羡慕，有自己国家总统军队的自豪。嗯。
承德路二段秧苗，将何时要出写真集呢？一定支持。会，我现在正在帮他拍照，筹备，马上我会先试拍两张，过两天 po 给大家。没问题，那个纸质会用16K 金，到时候一本99,000，你们真的要买？而且我跟你讲啊，真的有我长进，还有我的另外一位徒弟，关门弟子叫做青青桑，青青桑，他也是在。摄影多年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两个切磋也。你长进没问题，只是我们要先贴两个针灸棒在你的眼睛上，用针灸一直不断刺激你的瞳孔，你就可以长进。来 ，Sample 剧好还是演员好？当然是剧啊。哦，这句话我们就是这样讲的。毛怪 C 派瑞特，我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感到骄傲。好。乌鸡阿公穿宪兵制服跟总统合照，不枉此生了吧 ？Yes。建筑轩今年一日总统府，明年宇宙总司令。嗯，香港人，台湾真的棒啦！鱼仔，恭喜木曜从市政府拍到总统府，太帅！顶溪温泉蛋这集真的太厉害，我爱木曜。安东尼在台北支持阿公拍一日海龙了啦！今年总统府、欸哦、哇，明年王哥、柳哥、台哥游历。王哥、柳哥，王哥、柳哥是以前的电影的两大明星，叫做《王哥、柳哥游台湾》。嗯，哦，大概民国40几年还是50几年、哦、？OK， 王哥、柳哥游台湾。重返天天，阿公今年总统府，明年游地府了啦。黑啦！面如海雾，911奋力一搏，杀出活路。温泉蛋、青蛙蛋、小威，阿公帅啦！帅。英追雪，感谢台哥 Kid 的泱泱辛苦拍摄。马路枪给的骑士，一路宪兵帅炸啦，卡龟酱。好厉害哦！导播是在玩手游，是不是？关注香港木曜粉，就是去看啊，这是在玩手游，拍摄。看到也觉得好感动。英追雪，希望木曜可以再拍摄其他国军。可以的。香港人用这支冲破200万订阅吧！真的可以，这支冲破200万订阅，应该可以，冲不了啦。如果这真的冲得了，我们直接就拍海陆了。感谢大家。人家说200万订阅，对啊，订阅，订阅。哦，怎么了？那就拍吧。台风起码余温热，你来做 ending。于天乐终于来了，宪兵梯不来下吗？耶！感谢赞助，这个好节目啊。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真的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们会更战战兢兢、兢兢业业的来做这个节目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个节目，我刚刚这样回想起来，我们拍了好多天哦，真的，而且有些都从半夜开始，然后有些一大早到晚上，一大早，因为升旗那天要3点就要开始准备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要穿衣服啊，要干嘛的？对，这是他们的日常。对对，他们你看是他们的日常，然后我们还要走楼梯上去，那楼梯也蛮长的呢。对，但是因为可能是基于不能太多那个画面，对不对？就只能有点对，不能公布太多，所以很抱歉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都拍，都一直都有在拍进来。对对对。其实他们是有电梯的，然后他们都那个宪兵每天升旗都是走那个，哇，几百阶啊。从一楼就开始走，高度是16楼，我都忘记。哎，那么高，很走到上面会喘。我们有走3-4分钟有，对啊，一直走。因为内部我们不能公布太多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子。这一点要请大家原谅一下，好不好？没错。当然了，这个每一年都会有开放总统府，好像每天都可以去参观嘛。早上好像都可以，反正就是要去做登记跟登记就可以，就申请了预约。还有因为日期，比如说假日跟平日，好像能参观的范围时间，你可以上总统府网站去看一下。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。对对对对，它有一个可以参观的时间啊，也可以有限定的地方可以拍照。嗯嗯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多好！总统府内部非常漂亮，我们必须这样。哦，对，有一个还有一个花园，设计的很好。它有那种一种味道，我觉得闻起来就很平静。Peaceful， 对，就是一种 yes, ，That's cool， 很舒服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我们又超过时间了，法强欠我们一个小时，11:01，不要再那么久，欠我们一个小时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下礼拜早1分下班，我觉得大家可以马上再去刷一下那个二刷，11:30，大家11:30见，好，看一下感谢哪些人，感谢 Irene， 印象8000 ，Curtis。好，特别感谢交通部观光局，谢谢。
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交通局，谢谢远传来的影音。Coca Cola， 谢谢 Epidemic Sound。好，谢谢，也是，当然谢谢，当然最谢谢我们国防部，对，没错，还有总统府，还有总统，还有我们宪兵司令部，谢谢谢谢，还有两幺幺营啊，各位这个士官兵同志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士官长们都辛苦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身体健康。啊，为国争重，一切顺利，好不好？军人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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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了睡了，刚刚看好像说卖完了，没有啦，他们刚。